欺骗它也是生活，最后还是得相信自己心中的美好。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我想问问赵薇、李飞及康碧露，谢谢。这个问题我没有听明白。这样的设计，谁让我都听懂了？中国人在卖什么来着？就是一个，就是说人的就忙碌嘛，然后就是不管生活怎么再糟糕，都要活着，对不对？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说的幸运里，那也是一种生活。对，然后再就是那个电影，就是运用了很多同样的台词，它会出现两次，然后不同的那个情境啊，融入情感方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对，是我们的那个小说的偶像周薇，他那个乔杉骗他说那个我一生只爱你是我笑着看的，第二次我是哭着看的，所以我觉得生活到最后，其实你觉得那个东西是骗你，其实真的，悟得特别深。观众真的是了不起，我专业，所以说，两位谁来解读一下导演？其实，中间有两次或者两三次同样的词，一模一样的词交给不同人去说，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想表达关于相信，就是不管谁说，他说的多可笑还是很真诚，其实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取决于倾听的人。如果你像那个葛大爷的词说的，只要我信了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看那个开始乔杉编造的这个其实他的看法其实是编的，但是葛大爷信，只要他信了以后，最后才发现原来他就是薇姐这个中原小说的恰恰正好的这个。就是关于我希望送给你，就是不管什么样，尽量还是选择相信的力量。谢谢。好，谢谢。来，我们再选。这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导演，我有个镜头没看懂，就是砸那个车窗玻璃，为什么要砸的那个？我觉得上下剧情上我没有懂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是跟人家吵架吗？对，对，人家把这车给砸了。但不是，这可是我觉得跟剧情完全，这个镜头完全就是多余，完全可有可无。我觉得应该是有意思，但是完全不懂。其实啊，也不怪你，因为中间有些戏因为时长是被剪掉，他不是打你，是用来打他的衣柜。那我们，所以就我觉得那个镜头有点突兀。其实还是因为想增强一下主角女主角的遭受的困境和怎么说的磨难吧。谢谢。好，谢谢。我们再选最后一个，时间差不多了。来，后边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大哥，对，我看见是到最后再举手啊。Thank you.
两只老虎嘛，来，我们全场的朋友来一句好不好？3、2、1，两只老虎嘛，哎，好嘞，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总之就是好的电影，就拜托各位了，一定帮我们用最大的方式多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去看，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也有两只老虎的玩偶，想在现场给大家送一下。这边。再见。